今天凌晨1:41，在花莲近海发生规模6.6的大地震。气象局表示，这是今年最大的地震，而六弱的震度也是在2020年震度分级新制上路后首次出现最大的震度。9.1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嘛，哈，20年来，有蛮多，算是规模超过6.5的，其实也并没有说很多了，哈。这个地震呢？发生之后呢，是全台都有感的哈。仪器上所测量到的，只要是陆地上的，都超过2级了哈，最少都有2级。气象局指出，这起地震的震央是在菲律宾海板块碰撞欧亚大陆板块的位置，是破碎带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只有15起地震，而且规模都没有超过6以上。气象局也说明，一直到23号7:30的时候，余震有47个，包含40个小区域有感，其他是7个显著有感地震，目前也还在定序当中。而小于规模3的余震可能数量更多，甚至在今天也会不断的增加。它的深度有30.6公里深的哈，就是以地球的构造来看，就是在地壳跟这个地涵的交界处了哈，所以算相当的深了。如果比较深的话，对海啸来说，当然就是比较引发海啸的几率就小很多了。虽然发生海啸的几率并不高，但气象局也表示，不排除这3天有规模5以上到6的余震，请民众要做好防震准备。原视新闻怎么的是以台北市采访报道。